高英勋科班出身，演技受好评。凡是自高英勋脸书、娱乐冰道美综合报道、绿星姐麦书，四年前情断男星高英勋后，急婚闪与发型师男友云昌龙，上个月升格为原母。高英勋的新欢则在今天曝了光，女方竟是电视圈知名制作人于海尔的掌上明珠于希杰。上个月28日凌晨2点，竟周开直击高英勋，跟一群朋友唱完歌后，独自跟一名女生离开，小两口沿路蹦蹦跳跳，而且有说有笑。接住高英勋情不自禁搂上女生的肩，女子正是曾与篮球明星刘铮到女厕相处长达20分钟，被媒体称为史称女厕20分钟的前体育主播于希杰。她的父亲也是鼎鼎大名的知名制作人于凯尔，于希杰身份大有来头。她的父亲是名制作人于凯尔，翻摄自网路，两人在路边轻轻握计半小时，火速跳上一辆计程车，消协消失在台北夜色之中。对日夜唱后的亲密举动还一起离开。高英勋经纪人解释，他跟于希杰因拍戏认识，但只是好朋友而已，没有交往。于希杰经纪人则回应，谢谢关心，他们只是朋友。